主要是为科隆这个地方的比喻的一个教学的部分。那我先讲讲我自己参加的系的，其实我以前我本身其实对电脑有一点点的障碍，对，其实我觉得蛮多老师，尤其像我们这种已经在学校20年的老师，可能都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好难哦，我以前都很少碰，不太会啊，怎么办？我怎么去做这些东西？我不可能做出来的。可是我觉得这一年的一个学习呢，我觉得不仅我自己有成长了，哎，而且我觉得孩子也得到一个很大的成长。那我也去突破了，做出一些我以前呢，我觉得我根本做不到的事情。那我觉得其实这是我在这一年来，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那我现在的一个教学呢，其实也都跟这些东西有一些相关，我都会把它呢打入我们整个学习的活动。那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在做行动学习的一个课程，属于我们社会领域的部分。那因为我们本身的位置呢，就在南投的八卦山啊，大家可能都觉得八卦山是在彰化，可是呢，整个八卦山区呢，其实从彰化八卦平台一直台地的平台一直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所以呢，我们刚好是在山脚下哈，所以我们就想说呢，可以来做学校本位的一个课程，之后呢，又从学校呢走到社区去，所以呢，这是我们做一个课程。那老实说，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写作平台，我相信很多老师应该都很熟悉。那我们的资讯组长跟我们介绍说，哎，这是做网页的一个最简单的模式。老实说，真的是这样哦，不然叫我做一个网页，那我抠脸。好，那这是我们大概整个的一个流程的一个部分哈，就是我们让孩子呢去。先去了解这个地方，好，那透过了 Google 的一些东西，这是，Google Map 的一个卫星影像图，好，那也让孩子呢进去 Google Earth 里面看东西。那因为这个东西跟我们的地理比较相关，而且以后的107年的课纲，我们的国中的部分也都会导入 Google Earth 跟 Google Map 的一个学习，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是让孩子平常就先去操作。那之后呢，我们就去看看我们到底要打算做什么东西。那后来呢，我们其实就是让孩子先从环境认识起，之后呢，再从环境当中呢，想要探讨什么问题。那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做农的人非常多，那有非常多的农家，那有更多的一些小农。那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呢，想要来看看我们能够跟小农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结合。所以后来呢，我们。这次的主任呢，就跟我们介绍了这个村民市集。大家有去过吗？不认山丘，听过吧？好，那我假设你们待会还有时间的话，其实可以上去哦，它随时都开放。不认山丘呢，是目前呢就是台湾非常有名的卖凤梨酥的。可是我觉得这个企业更让别人佩服的地方是，它呢在它的后方哈、哦、搭了一个上千万的一个棚子。就让我们在地的小农可以呢来这个地方做一些他的农产品的一个经营跟销售，那把他的理念呢让这些游客可以去认识。那我们呢就是透过这个让孩子去做村民市集的探访，好让他们认识一些我们在社会课本里面讲的精致农业、休闲农业。好，那之后让孩子呢去做实地的做体验，所以这是我当初的一个缘起的一个主要的部分，就是结合课程又可以跟我们呢在地的一些东西呢，就是让他们实际的去做体验哈。那有设计的理念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准备大家要做什么啦。好，那所以就一步骤一步骤从学校的一些东西的一个操作哈，就是资讯能力的一个操作，之后他们去认识，带他们出去走。那也是因为这一次呢，我们做了，真的我认识了比较多，其实才一点点哈。我真的觉得 Google 的东西好好用。那以前我们都觉得好像只能收发 email 这样而已，可是后来发现它可以做好多的共笔，不管是简报，好，或者是呢 Excel 档，或者是 Word 的文件档。那之后学生还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呢都放在同一个平台做共享哦，真的觉得这个部分呢，假设孩子能够好好的善用的话，其实是非常赞的。因为连我班级现在的所有东西我都在上面，之后连家长也都可以直接看，我待会可以开给各位老师哈、哦。那之后呢，我们就去做探访，那之后去做食品的分享会，好、哦，那之后我们去。让孩子呢去做各个小农的一个行销网页的 APP。那
这个东西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们因为启动学习它常常会要我们用教育语的东西啊，那所以我们也把一些教育语的一些影片哈，拿来做一些让孩子做分享啊，之后呢让孩子呢做那个卡布的一个应用，应该老师对卡布都很熟悉吧？啊，那可是也很可惜哈，因为我们国中可能本身的网络比较没有那么畅通，所以我现在其实比较少用卡布，我现在都用那个 Click， 就是那个叫什么柯基？捷达。哦，捷达。捷达的。阿达来。其实会。对，可是那一套好贵哦。好，那之后我觉得学生最喜欢的是这个，我们班的孩子最喜欢的，对，因为呢，我们让孩子。只是我们这个活动都要假日才能去，因为他假日 才有小农上去，那之后我们就让孩子呢去自己制定主题，那之后呢让他们去找食谱，之后让他们去制作，之后让他们呢去享用他们所制作出来的产品，而且这些东西都非常的健康又好吃，那学生其实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最后呢，学生呢就把他们所负责的小农呢做成一些行销网页，那之后呢也做了那个 PP 版啊，来帮他们做一些介绍啊，那这个 PP 版的介绍呢，其实对于小农而言，他们会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其实对当地的一个游客来讲，去那个地方玩，尤其很多很小的小朋友，他们就会去看哎，我们孩子的所写的啊，他们来这个地方呢，得到了什么东西啊，学到了什么东西啊，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很赞哦。那其实呢，游客呢都会蛮认真的去看那些东西，尤其是小小朋友哦。那所以我觉得对他们而言呢，我觉得其实我可以给他们一些些的帮助。老实说，我们孩子做的东西真的不多哈、哦，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跟当地的这些小农哈、哦、去做一些接触。好，让他们呢有机会的去开拓不同的视野，我真的觉得这是在这个活动当中我觉得非常棒的地方，所以这也是我这一年来呢，虽然觉得啊行动学习有点累，好，所谓的有点累其实是事后了，那但是呢在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都非常愉快。那我们现在呢，这是我在上面的一个的就是上一次的一个活动哈，那我们目前的一个课程呢，不好意思，我想要进入我的群聊，给我按。我们目前为止呢，我把我的一个课程呢，其实也都尽量的能够把我以前所学的东西呢，就是放在我现在的一个教学上。不好意思，老师，请等一下哈。这里面有社会课的老师吗？没有哈，哎，老实说，我觉得我们后来觉得，除了社会科以外，各科的老师其实都很好用，哎，这些东西真的都很好用。我也是去学了之后，才觉得哇，原来网络的世界真的是让别人非常的惊叹。在 Google 的云端的 Google 的系统里面，其实我一开始操作的是这个东西，就是 Google Classroom。好，那在 Google Classroom 其实是一个收学生作业的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好，所以像这个之前讲的教育的课程的内容，那我有带我们班的孩子呢去做一次的骑单车由南投到草屯的这个课程哈，那其实孩子非常的喜欢。那这个是我在母亲节的时候呢，就是办的一个活动，叫做妈妈的小天使洗脚抱亲恩，那让学生呢去实际的
先在学校里面操作，之后再回去帮他的妈妈呢做洗脚的一个操作。那就是我可以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课程的内容。哎，就是我设计的学习单，好，那之后呢，再告诉学生你怎么样把你实际的操作的一个结果拿上来给我看。那这是呢收作业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而且是个人的，好，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谁有教，谁没教。比如说到目前为止还有八个人，那因为网络不畅通，所以就没有教哈。啊，后来我就请他用照片做比较。哎，那这是我第一个操作的一个课程。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用很多的 Google Drive 的东西，就是我最常使用的云端硬碟。那我们南投县我觉得非常赞的一个地方是，好，我们现在大家都有申请到一个账号，所以我的云端硬碟里面呢，我可以无限的使用我的空间，所以我现在里面都是我已经放了32G 了。那我们班上的所有的东西呢，我都把它放在这里，包含我的班级的 photo， 哦，就是只要我们有拍任何的照片，哦，我们都全部都放在上面，而且学生也都可以直接丢进来，那直接看。对，所以我就不用担心以后我要做任何影片，或者是毕业典礼要做，或者是毕测要用的时候，其实我都有很多足够的资料可以做。那这是。属于那个 Google 云端硬碟的部分。那第三个就是做写作平台，写作平台在哪里啊？太阳板的。啊？太阳板的，你打 SID。在哪里？在网上就打 SID。我腿薄。打字。你也说改过了，这个程式我稍微修改过，所以它如果跟一般写不一样。的确不一样。你这样打 SID 的。或者是让学校首页这边先打修改平台。没有，那是我自己。那就停留不去。是啊。哎，我有资讯能力的问题，还是要找我们资讯。我们资讯组可以为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开始。希望对老师呢是有一些帮助的，那也鼓励大家，其实这个东西持续的学习，绝对会让自己更加的进步。好，谢谢大家。
那有 Google 东西的话，我之前有参加组织叫 GTO 组织，然后高雄湾区域组织，你可以上网查一下。然后那有些 Google 导入东西，我在我的分享网页有提到一个 Google 的介绍，等一下啦，我还没完成呢，我大概稍微写一下而已。在这个，在明年国中分享这边，我介绍 Google 的应用端。好，我特别 Google 导入行动学习，好，我可能偏向于那个资讯的导入啦，因为内容的话填进去就可以了。然后第二，简报的话要有简报，你发现都放在上面，这是我写的简报。啊，我想参考别人的简报。第一个哈 ，Google 可以同步说了，啊，这 Google 的懂简报啊，就都全用云端在操作。老师，我自己熟悉啊。刚才说我们学校很不同哎，因为我学校是九一到现在，直接的账号全部拆掉重装最好的，然后都只能修局部的，就跟马路一样嘛。这个网络流的环节不同，可能不会同。过可以公开所有的需求。我刚才在讲过，这老师他用修平台，然后影片功能、什么功能都有，照片功能，像你的手机就是 Google 的，看还有平板都有，那你浏览器也是。好，我们可以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都专业都，就是一般 Google 家用起的话是一般是15G， 你如果要收费的话，那就是要一个月要$2，好，平均大概要多少钱？60块吧。微体的话一个月要10块美金，我们是5000大人，算10块美金，那一年呢一个人要12块美金。我有计算过，教育版的 Google 是免费的。啊，我们全校114位教职员，学生1115位。我先更正，我们学校版 Google 是我申请的，跟南投县政府 Google 无关。我们有在慢慢的推，不是每个人都有，你可以去申请，不会很难。我也有一些教学文件，我好多教学文件，然后可以跟你分享。1260乘10美金乘12个月，我们用国计算，用计算机，啊，大概是约500万台币。我这个平台500万台币，学校学你那么多钱吗？对，然后我们可以有什么东西？这居民信箱放有些 logo， 我让我上线，不要打我上线，可以借我云端一点，我让师傅上线的。刚刚老师说32G，我的信箱是1T，我另外备用信箱是8T。我听说台中有学校到10T 了，我还备份使用，我让无限大。但是问题是，我觉得那个在使用上就麻烦，1T 要加下来加多久？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他说照片那么多，叫下来要多久？万一中间中断怎么办？网络不稳怎么办？所以我想了后面的替代方式 ，NAS， 进入校内私有云，啊，公有云是我们 Google， 啊，这是属于技术方面，你可以稍微参考。就这样简简短 ，YouTube 的话，影片的剪接、编制、配字幕、转场都可以用，照片转一片，一片剪一片，什么都可以用。啊，需要是一平台。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学校影平台的这边，我们右下角，我们学校影片都全都自己制作的，啊，点下去，啊，点下这里面的话，你可以把我们一般来老师会教的 VoiceTube 里面平台，它很贵，你知道吗？要技术，还要硬碟空间，还要超软硬体。那今天我说不用，我再把影片丢上去，拿到国中平台，大家都帮我看 YouTube 的东西。而且会慢吗？ Google 不会慢， Google 慢我没办法的，我这个没无法看看的。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啊，这都有，把你要里面放进去，我教学影片上也放上去，做成果再拉进去好。而且一个影片大家共同使用，可以迁入到各种平台啊，一家好了万家香，一个出事做大家一起分享，大家互相分享，大家做实践，全校集结乘以人数。好，我觉得是很方便一件事。好，这是他 YouTube 的平台，现在是过云端都上线，一体嘛，看到很放大，这是我的硬碟空间，何况也有的没东西，还有分享功能权限，还有群组，实现学校才能取用，或只能看不能编辑，非常方便，千万不要做坏事，放一些影片，然后。如果有商业利用的话，他可以帮你取消资格，啊，把它善用了。假使免费的话，他们如果可以保留照片，现在 Google 上个月版出了新功能，
他可以大家一起放上去，开个编辑，大家可以开公用，就是说一个文件大家可以放上去。我们这边在做四个的拍照，就直接放上去，你也不用拿随身碟了，其实顾问可能都放不了，这样是很省空间。以前都拿随身碟，万一有四个老师的传十次，最后得到是一个月的事情了，对不对？所以你又不见了。好，所以是这样的效率，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效率。好，不期待说是得奖，但是说很方便。啊，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Google 文件啊，可以扫描进去。这边是我们办公室教务处，就教务主任做两年之后终于体验的，决定用 Google 文件交会议记录，他不用催，直接在上面交了，但还不够，一份文件，上面写教务处第一个是教学组，第二部分叫做注册组，第三部分叫设备组，第四部分叫咨询组，这样就好了，不用再认识文件了，对不对？还有编辑，也不用催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你为什么不去？还要拿随身碟，还要再印出来。有些老师喜欢印出来，很讨厌。那个没办法，需要时间的进化，那个我们那就算了。这一般教师这开讲，它很多功能，它可以评分，你知道吗？还可以放教材，还可以收教材，一次收完，还有评论等等功能。它越做越强。Google 东西平均三个月变化一次，你每三个月开始不太一样。你有认真去看的话，这是 Google 部落格，我做部落格，还要放上去，然后可以当我们的教师室、学习室，非常方便。而且我也刚刚讲过的，用这个105的，这个也开不出行而已，这种形式。我需要用形式引带你看这个东西。我看学校形式在这边，大家有同学说，老师怎么没有形式引？我说看下面，这些都有。你说老师太麻烦怎么办？来去代办事项。说老师一周怎么办？一周。问第一怎么办？第一，你看多方便。这模拟箱多少钱？而且手机可以同步共用，还有共编。那我们还要派一个师傅说，请把下学期形式写上去，然后盖公文，盖，绕一圈，绕两圈，绕三圈，要多久时间？这么多浪费时间的话，可以做那么多事情，我可以一次完成，或者一次完成，但需要时间进化。然后有些人用就用了，那我觉得越来越好用。好，这是我们的 Google 简的一个形式公文，我现在很实际啊，大家看的东西给家长看，我也想看这形式里。大家可以到共同讯录。今天我们早上看到我们小校成立大会，我们 Handout K15 的免费版的线上，这样子通话编辑还效果还不错。那有人用这来做视频教学，一对二、一对三了不起了，对家教嘛，不用一对三十的，也不是来三十个地方。我们上个礼拜开会，执行老团跟台北开会，用 Handout 就当开会系统，而且可以直接引用 Google 所有资源、简报等等。只差没得你在现场，人在现场差一些，讲话看到脸都有啊，只是看没不能打他而已，对不对？泼水泼他而已，其他都是一模一样的功能，这是可以整合的，这是未来会朝向努力的方向。像 Google Map 刚才讲过的，最实用是各位出国，先定好目标，拍照等等。这个 Google 刚刚多样化，跟我们的 APP 一样，我们可以上 Google。你们知道这个可以连到桌面，可以连到遥控。我们主任去搜寻，公文谁批？他批呀，他怎么批？连到桌面，很方便吧？看他就会来了。他如果万一不行怎么办？连到私讯，只他不能打到他而已。所以他有没有在？只他盖章而已嘛，对不对？盖章就是他同意之后再盖个章就好。所以我觉得是整个他更有效率化。那你可以想要学习，我觉得这很实际的东西。那你可以把你用到教学上，这靠各位想象力了。那几乎所有手机 APP 大家都知道嘛，手机 APP 都有，旧的 iOS 也可以。这行动学功能语，这是我归纳功能语图形。再看看这几个，我稍微做的，该有的都有，可以好好研究一下。每个指向可以练习一天，值得练习一天。这是我们的学习成果网，这个这是刚才的成果网。这是我刚才讲到，万一网不通怎么办？假象跟私有云。这样的小姐，我用那个 NAS， 大概最近才知道。我觉得你给我买一台，为什么？一家考万家乡，封印放上去，这个人的 Google， 个人的私有云，它是自动同步，
部落格什么都有，它所有相对应用都有影片。你放在影片进去的话，你的手机、你的笔电、你家电视不可以看，一个影片四台全一起看，多方便。我们校长想看布袋戏 VCD 一个传一个，传三次要五天。现在放进去，大家可以是100人看，大家就这样做，把它使用，好，然后做合理的使用。啊，这种备份，啊，你像监控、搞群都可以，它可以跨什么平台？跨微软、Android 还有 iOS 系统。我们需要有测试通杀的东西，哦，不要转型的平台，然后这边手机、平板、电脑、硬体平台等等，哦，这是我是取代方式，用 NAS 来取代一个下面公有云，那它有相对套件在这边，哦，会相对于 Gmail 的东西，我可以稍微看一下，我把它做了整理，基本上我这个写开箱文了，我这个有写两次，第一次第一名，第二次第二名，他拿了第一次15000，第二次20000的奖品。第三次我给他买一台50000块的东西，我说我帮你做介绍，他说好，就寄来给我。那所以说，对我这样收集这个东西，因为我正在用它，我会跟他分享使用。那你不一定要买这一台，但这台是性能力最高的，他的建议最友善，他买的是他的服务，他服务超过他一体价值，一个东西的话再贵都不嫌贵，再便宜不用那么浪费。那木楼下平台基本都可以，笔记本就是我们的 Evernote， 哦，这一平台做相对应的那个功能介绍，啊，这是我做对应的介绍，啊，Google Drive file 这个 file， 好，那为这样介绍的话，我今天展示功能给你看，功能平板操作镜像到这里，我帮你做设定，我帮各位镜像，我试试看。
甚至可以放几个图，你放进去，自动就会打开。啊，左上角有自动备份功能，下面备份就知道。